不好意思啊，叔叔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休息了。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先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先回去吧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走走走，我家两个你什么情况啊？闹这么大动静，走走，赶紧抱我姐去安全地区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哎，不是，你跟我姐吵架了？一点小矛盾，我谢谢你了，快去去去去！不是不是，我姐脾气性格那么好，她能生气把你晾在这儿，那肯定是你做的太过分。 这是姐弟记性，戒律断金呢。欢欢，欢欢，我错了。道歉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啊？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、骚扰女性，轻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、行政罚款，重则可以告你侮辱女性。你有水吗？我。喂，姐。 小总，你别理他了，赶紧上来，上来吃饭。欢欢，啊，我错了，欢欢，我真的错了。没事，姐，我再给他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快点吧，别搭理他了啊。我真的知道错。哎，行，家亮哥，我上去吃饭了。走走，走走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，走走。哎呦。